近日，来自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28岁极限爱好者奥列格·谢尔斯特亚琴科，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自己在香港一栋高楼顶拍摄的最新极限视频。视频中，他在高楼顶层的横梁间跳跃，空隙下面便是街道，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。这段视频中，他在高楼顶层梁上慢慢起泡，给自己跳起来的动力。之后，随着风迎面吹来，他开始在梁间跳跃，穿过了整栋楼的楼顶。跳到尽头时，他不得不很快停下来，摇摇晃晃，试图保持平衡。在表演完这段特技后，奥列格小心翼翼地回到屋顶露台，